的就像我讲的，就法油界的霸王。你是需要男士来帮你解开这个，还是你要自己？我要自己。我还有 pose。哇！哎呦，你终于知道弹性，因为头发的柔润度够了，所以其实怎么弄，你隔天起来都还是会很好整理。对，风太大也不怕的。哇塞！再用手拨一拨，好顺哦。而且那个弹性还是在的，对，它里面就是满满超高浓度97%的植萃精油，加上护肤成分，然后呢操作很方便，而且断掉的头发会减少。原来弹润不纠结，柔顺又好摸的发质，竟然可以这么轻松办到，不用羡慕艾雅，只要选对商品跟学会用法，你一样也可以。超好的，你看都过不去啊。所以对我来说最困扰的部分，大家都觉得长发漂亮，然后我头发发量也够，可是其实平常早上起床的我头发就很可怕。基本上吹干前的那一道程序，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抹发妆油啊，让自己的头发不要打结。那这一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因为它是自从有了发油类以来销售第一名。哇，真的吗？而且是自从有发油的存在，它就存在了。然后呢，始祖对，应该说是霸王，而且它味道超好闻的。对，所以它是哪里的？它是法国的，法国非常有名。那它在什么程序使用？好，这个步骤非常重要。头发说一个毯子，应该很多，头发真的很多。老师在喷水，对，模拟它有一点点湿度。我跟你讲，它有湿度更难梳卡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更卡，真的洗完头的时候真的很痛，那游完泳上岸，而且对，游完泳我真的卡住。现在会很像是头发有点微湿感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它的发量，4下。我会加一点水，然后呢，快速摩擦以后，我要把它融合在一起以后，再抹在头发上。像平常我们擦乳液也会，是湿湿的时候擦在身上的。对，我现在模拟是隔天如果头发是干的时候，对。马上我的头发感觉不卡嘞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吹干的话呢，我会奉劝如果头发这么长的人，先把你的头发抓好之后，把尾巴转一下下，尾巴的干度吹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再把从尾巴慢慢往上拨，才不会是打结的状态。然后你看我手就可以梳得开了。好，为什么刚刚喷完水抹完这个护发油之后，跟大家讲说吹干要先扭转，当我做这一个扭转的动作的时候，它可以更帮助你头发吸收这个精油的成分以后，然后它干了头发就松了，松了以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往上拨干，那尾巴的头发同时可以有保养到，同时也可以让它不毛躁，同时也可以让你在吹整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顺。来看看我们的艾雅，哎，马上夹起来了。原因是，就是是不是真的就像我讲的，就发油界的霸王，到底它的厉害在哪里？你是需要男士来帮你解开这个，还是你要自己？我要自己来。走，还有 pose。哇，好有光泽。如果不油腻，而且又有光泽，头发是会有回弹的。你要看它头发尾巴的那种，就是它自己的那个回弹。你终于知道弹性了，那个弹性很厉害。然后呢，因为头发的柔润度够了，所以其实怎么弄，你隔天起来都还是会很好整理。这是什么？风太大也不怕的。就用这个来模拟，就是你摩擦，睡觉不是会磨在，很多人会翻来翻去。看我吹哦。这是不是你摩擦完了？嗯，超乱的。哇，你今天遇到台风天了，这没救了吧？不会，这应该没救了。我都不要碰它，我都不要碰它，它自己顺一顺就好了。它自己顺一顺就好了。你转正面嘛，顺给大家。好，对，好，直接这样卷起来。哦，这样卷一卷就好了。就会回到最原本那样子，然后再用手拨一拨，好顺哦，而且那个弹性还是在的，好顺。它里面就是满满超高浓度97%的植萃精油，加上护肤成分，然后呢操作很方便，而且
断掉的头发会减少。好需要哦，这就是先介绍。原来弹润不纠结，柔顺又好摸的发质，竟然可以这么轻松办到，不用羡慕艾雅，只要选对商品跟学会用法，你一样也可以。